宾，我不想给你找个，可烦了，你知道吗？找在上面了，找歌我还得搜，不用搜，就在上面了，这不是那就是吗？真的是，算你走运啊，刚好有这首歌。时候会有什么特殊的小癖好吗？特殊的小癖好，我想想啊。嗯。也没有吧，挺正常的，就是都挺正常的，没有特殊的。什么样子的才算小癖好呢？就是什么，比如拍一些视频什么的。那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为什么要拍视频呢？拍视频干嘛？自己留下来观览吗？没有这种癖好，我们就是很正常的那一种运动。然后唯一的癖好我看是什么呀？也没有唯一的癖好，就有时候可能会戴眼罩，可能就是打一打我啪啪打一打啪啪架，偶尔没有什么那我知道了，没有那种什么脏话的那种，就是正经，还是比较的正儿八经的那一种的，口角相同，他这是做完了再抠。你说话，你说这么直接，你可以用度啊，度完之后啊，没有，他没有。因为我是那种性格很硬的那种，吃软不吃硬的那种，吃软不吃硬。我吃软不吃硬是性格啊，当然生活里我肯定是吃硬啊，对吧？谁吃软的呀？吃软也能动，软的也能变，没有秒变一点。诡异，什么词儿叫诡异？我想听什么？我想听什么是一方面，主要你们要在直播间里活跃一些，好吗？给我一些个动力，给我一些动力。反正你们都不说话，我会感觉很没意思。这糖肉是有体香的。我的体香是什么？我的体香我不知道。我的体香，它那个词儿怎么形容的？雨后的那个土壤里的什么尘土的味道？粪土的味道。泥土的味道。我什么时候当过泥土的味道了？泥土的清香。不是我什么时候带泥土两次了？那时候给它画小花花吗？反正就是大西洋什么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味道吧。我是说像雨后绿芽的清香。啊，对，雨后绿芽的清香，像大西洋，阳光下的大西洋，阳光下的大西洋，对。因为你胆子那么小吗？我不信。那就是胆子那么……他想问你们啥时候结婚？我啥时候结婚？30岁以前。30岁以前，我现在都26了，都二十五。他说30岁以前。祝幸福，幸福。我30岁以前。想听那个小凡叫他昭昭老婆，然后
得他专叫小黄老公，可以吗？啊，就互相叫这个吗？哦，可以的。可以。但是我很少叫。你想，就是正常叫什么？嗯，满足一下。就正常叫什么？行。你先叫还是我先叫？学的时候都没有学过。